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比较复古的红唇的妆容，因为这也是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妆容。这次的底妆过程我就跳过了，因为我的底妆过程每次都是一样的，想知道的话可以随便点开我的任何一个美妆视频就可以看到了。首先用一个棕色的眼影打在眼窝处，然后再用这个棕色的眼影打在眼尾和下眼睑的地方，然后使用一个金色的眼影用手指涂抹在眼皮上，然后用刷子在下眼睑处稍微晕染一点，然后使用你当天的高光涂在你内眼角处，将眼线贴近眼睫毛的地方这样画，然后再往外拉长。这个教程就这么结束了，这就是最后的妆容。如果喜欢这个教程，喜欢这个妆容的话，就给我加个关注，顺便点个赞吧。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关于英国留学的视频，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来看一下。